Hello， 我系 Lucky。今次要试玩嘅系 Seven 啊，超人 Seven。佢好似有好多名嘅，咩蔡文啊、七号啊、七仔啊之类啦。咁我叫七仔啦，好唔好？七仔。而今次用嘅系九进版嘅七仔啦。感觉性方面 ，CSB 独耐性封条加啲火力咁嘅。咁呢一只最劲系咩呢？最劲系五 CD 技啊！第七层之后嘅贯通无效 ，OK， 五 CD 贯通无效，非变身重，护完之后好短 CD 啊。咁前五个点嘅前五分嘅防转队长呢？今次系咪用队长呢？咁系唔系嘅？咁今次编成用翻呢一队光车啊 ！Oh my god， 我都好耐冇飞车啦。咁简单介绍翻先，队长光车四个 SB 延迟耐性加埋血强化，继承系呢一把和龙武装 ，OK 防晕嘅。第二只。光车平民神宠啊 ，OK 低配版嘅 Obi， 今次我直头唔用 Obi 啊，用翻呢个超转身嘅阿尼啊，阿尼咯，唔好叫阿尼啦，阿尼好听啲。觉醒方面系有个全魔耐性啦，然后四 U 啦，十 C 十 C 呢一类啦，伤害之下固然之入翻个双解放啦，而继承系呢一把圣十字盾啊 ，OK 百回轻减，咁打翻水嘅时期咧啱用嘅。好 ，next one 就系今次嘅主翼啊，七仔 ，OK， 超人七仔，死光毛啊，呢个都几型嘅。咁讲咗啦，咁五 CD 技咧，五 CD 贯通技系好啱、好啱、好啱光车嘅，直头系光车神技啊，必到流油。点解防转队长呢？因为队长技冇轻减咧，俾人转到嘅话就知住噶啦。OK， 第三位就系你啦，换龙换士，换龙换士几劲都唔使讲啦。今次留意翻前角前翻个解烧珠啊，一个光腰或者暗腰可以解晒全部烧珠，都系几啱用嘅。继承系呢一把行穿唔系千石武装啊，系咪千石定行穿啊？行穿定千石？好，第四位先系千石啊，唔系行穿啊，我搞乱晒。行穿精士咁系六 SB， 然后三七 C 两腰，继承系计翻个呢一把武装火勇者啊，有个腰加埋防风印嘅。咁幸村主要系破翻个破级收啦，好编成就系咁啦。咁挥章记得挥翻个血强化啦。队伍情报方面，连埋对面咧系有 MSB 嘅，可以转珠时间系八秒。而耐性方面几乎全齐噶啦，但系咧留意翻咧呢一队系冇眼镜嘅，啊好严峻啊，系冇眼镜啊。假如我撞到啲即系眼镜怪咧，我几乎全黑噶啦。所以都系 Obi 嘅眼镜啱用啲啦，但今次我就系要唔用 Obi 啊 ，OK？ 唔用 Obi 打边一关呢？当然地系打四次元啦。讲起飞车啊，四次元系最好嘅呢个跑道啊。正如 A286 喺呢个秋名山度漂移咁，光车漂移咧，定系去翻四次元嘅。咁你一边嘅光车系咁嘅配置啦。光轻减继承系呢一把空和龙 ，OK？ 而点解只七仔系唔够 level 咧？101 level 咧？咁我经验系讲咗好多次噶啦，我系零星打龙噶啦，经验系，所以就冇计啦。假如升到81 level、82 level嘅话咧，我谂火力会再高啲嘅。不过算啦，暂时真系升唔到。啊，讲翻先，而呢个武装啊，差啲忘记啊，冇再计翻鬼灭之刃嘅黄毛啊，黄毛件衫啊，双 two 腰，加埋无双盾 ，OK， 算系帮翻 Seven 加翻啲火力咁啦。但呢把嘢其实实际用处就唔系特别大嘅，黄毛。好，咁就试打一次啦，睇下超人七仔嘅飞车技术快唔快先，稳唔稳先 ？OK，Go Go！ 好，嗱，变身嘅 SB 系够晒嘅，有五 SB， 基本上可以初层变身啦。开始先变身先，呢个一定要噶啦。光车变身两边，然后开埋个圣十字盾先，再开行穿啦，进化 skill。拉斯就千石 ，OK， 咁就可以坐下技啦。咁见到幸村嘅进化 skill 系真系冇咁好用啦。假如系加速或者系即系威下技嘅话咧，咁就完美啦。好，坐翻几回合，林打呢下转翻四寸光，唔系四粒光啊。整个轻减定一定 OK 啦。卜埋嚟系完全顶到嘅。OK， 第二下再转多一次四寸光啦。假如把面冇光珠或者系俾人转走晒啲光珠嘅话，就开翻个我妻技啦，无双盾系有嘅。好，咁光车变身，二段变晒啦，唔使悭技嘅。
OK， 然后就转翻个最大火力，咁啦，两寸 two way， 四寸光，但系都系啦，冇笔记啊，所以唔够力住。然后呢下再转翻四寸，咁啦 ，OK。呢个求其转翻个追打 OK 啦，五百万追，拜拜。第二关睇吸咩啦？吸光嘅话就真系 GG 噶啦，其实，因为暗嘅力唔够啊。用翻以前嘅编成双玩具龙嘅话咧，就可以用翻暗嘅火力嚟打嘅，即系暗 two 系够力嘅，但系单玩龙就唔够力啦，所以吸光嘅话就可以离场啦。好，开翻个阿尼先，解一解个手指。转晒啦，费事烦啦。三寸光，正路乜都死噶啦，所以 Seven 系经验顶功噶啦，见到，所以系值得升到82呢嘅。但可惜啦，圣诞龙冇晒啦，三宝听到嘛？冇事冇事，听到嘛？你识嘟嘅话咧，尽快 OK， 尽快一车车咁送埋嚟，唔系嘅话好易唔进啊。希望嚟紧几日咧系冇变拍噶啦。第一下都是先削血先，唔使急嘅，转翻两寸的 two way。好，光呢只，咦，哇，打死咯，够力喎！睇嚟两寸光竟然系打到好大力啊！咁呢一回开翻横穿啦。刺客古文奈 ，OK， 横穿每一次都好嬲啊，好嬲好嬲。好咁啦，两寸光，可能天才系咁啊，天才易嬲啲。OK， 15 combo 全部顶功，再见，贵贵。第四关，暂时嚟讲个车速都唔错啊，都开得几快嘅。第四关地王啦，地王应该系呢一关入面咧最渣只怪，得罪讲句，头两关啲兵仔都难打啲，呢关真系湿碎。好。两寸光之下，再见地王，拜拜，唔好意思啦，我飞紧车啊，唔好意思啊，而我呢一架车咧系战车嚟嘅，吓、啊、系会死人嘅，唔好意思地王。OK， 今次抽水魔法师，转翻暗 two way 先，解一解，再 hea 转，临尾呢下光车 ，OK，engine 一开即刻嚟啦。咁啦，三寸光啊，都系顶晒火力噶啦，我谂。好，毫无疑问地，第六关大魔法师第六关 ，OK， 再嚟，换车。食只暗熟嘅话就更加易打啦，我哋咁啊。咁算啦，不如费事做咁多啦，留翻啲暗珠啦，咪留翻啲光珠啦。好靓嘅下一版，劲多光珠，转转先人转转，光车快快，我哋要快啲。飞人车千祈唔好杀制。咁啊，好靓嘅三寸光，一刹车嗰下反动咧，嗰下反冲咧。你又会过身。好，第七关啦，七 F， 咁七 F 咩意思咧？各位有咩意义咧？对呢队嚟讲，个意义就系、是、系啦，就系、是、七仔咧，终于我开技啦。七 F 以后嘅无效贯通技必晒呢一关啦，四次元飞车真系啱晒，开埋光车先。咁嘅话呢一回合转翻。咁光柱唔该，好唔该，光柱唔该 ，OK 唔该。咁啦 ，OK， 临尾呢个漂移好靓啊！大家见唔到呢个漂移入弯咧？哇，三寸光 ，Good way， 拜拜，再见，奶奶，呢位叫奶奶。下一只阅读，阅读轻松嘢啦，可以秒嘅阅读。
OK， 阅读。哇，好大镬！唔惊唔惊，开翻记先。咁啦 ，OK， 好，13 combo， 14 combo， 15 combo。点解各位？点解我黑掹掹都见到呢？啊哈，因为失传已久嘅透视眼呢，再次重出江湖啦！啊，癫唔癫呢下各位？好，版面唔够猪，开翻个阿尼先，阿尼解咯，靓嘅阿尼，再开翻光车。OK， 睇下先，光光光。嗱、啊，虽然有透视眼，但都要望一望嘅，稳阵啲啊，点都 fetch 下嘅。咁咁，应该呢个位咁啦。OK， 靓嘅，争啲记错路人之外啊，冇事冇事冇事。好，14 combo， 再见阅读，搞唔死我嘅吓、啊，你以为我冇黑超啊，搞唔掂你啊！傻猪，喂唔系啊嘛，喂呢、這个冇记错嘅话好似，唉、哎、真系食屎啊真系，喂连咗两弯咁嚟搞我，我私人设计师，呢个真心迫害喎、啊、大佬，我飞紧车嘅时候俾你咁杀制法，人都慌一慌啊，一串光先，咁啦。难我唔到嘅，冇黑超一样转到，靓嘅呢下眼黑掹掹状态咧，真心高手向啊！冇信心嘅千祈唔好学，建议用翻 Obi 都系有翻眼镜好啲，呢度冇眼镜真系辛苦啲。好，开翻光车，版面一串光，试一试啦，系唯有。咁啦，嗱一串光一串暗，够唔够咧？冇天降嘅，车速靓到，嗱，估唔到连续两回合嘅暗状态都搞唔死我，今次食硬啦今次。第十关暗印龙，嗱暗印龙咧就都轻松嘢嚟嘅，但系点削血咧留意翻啊！我哋转一串光。一串光 two way 好啦，咁啦，千祈唔好转多过一串光 two way 啊！正路呢、這个火力靓嘅，系啦，正传先唔系讲笑啊！咁第二回合咧就去秒啦。总之第一回合千祈唔好转两串光 two way， 咁就万事 OK 啦。亦都冇开技啊，讲翻先。咁啦，三串光。暗印龙三寸光之下顶唔顶到呢？但系顶唔到啦。第下一关11关光嘅魔法师，好呢隻都唔难搞嘅啊！但系但我行村个 CD 唔系咁好啊，就嚟满 CD， 唯有吓嘥招技先。如果唔系跳二技咧，都系难搞。再开七仔贯通技，临尾光车，咁就嚟啦。咁咧，哇，靓到呢个飘入弯，真系靓到。睇嚟 Lucky 佢嘅飞车技术咧，真系一渐上升啦。靓嘅，打到呢个血量，咁就安全啦。基本上之后嗰三回合可以慢慢秒啦。开翻个。阿尼先解翻手指，然后我哋可以气转下，做翻啲技先，做翻啲横穿技啊！唉，死嘢，啱啱冇留意到 CD 嗰个走势。OK， 临尾一下，开翻光车，转翻两串 two way 啦，我谂，都冇啦，一串好啦，咁啦。两串镜顶功打唔入，一串好啦，一串铺俾一串光，咁就靓嘅，再见。
十二关抽咩呢？唉，我都估到啦，唉，食屎！我就知迫害我啦，今次。喂，今次啲 pattern 系劲迫害啊，又眼镜又吸收咁，再趁住我行村未有技，咁我又硬凑翻啲技先啦。行村仲差三回合嘅，好似。OK， 呢下行村有技啦，翻翻技先，冇谂啦。再嚟光车。咁就可以两寸光啦，两寸光稳阵咁啦。OK， 两寸光之下，诶，天个靓嘅，如无意外，半血都啊 ，OK， 咁嘅话可以确保翻两寸可以秒，唔系两弯可以秒。嗱，半血以后咧有个无伤盾啊，无效盾啊，要开翻七仔技嘅。Seven， 光车呢一度就直接嚟了啦，两寸仲有一寸咁啦 ，OK， 三寸光，哇，靓啊呢、這个圣魔王嘅天降技，助攻晒我，好，第十三关水侍女 ，OK， 咩都轻松啦。转，系冇理啦，开翻个千石技先，威吓技咁啱跳咗啊！本身冇遇到要开嘅，而呢一关唔开千石技嘅话咧，都要分两回合秒啊！因为火力争少少啊，即系争少少啫，就系争个 seven 嘅八二咧啦。假如 seven 八二咧嘅话咧，系可以单枪秒嘅。好咁上下开埋圣十姊妹啦，个轻减盾。都摆喺度啦，好拉试一下光车呢度，我谂求其转翻两三寸光，咁系咁啦，两寸光啦，得到四噶啦。OK， 再见水侍，拜拜。十四关。侍女神的烧光珠啊，呢只系 OK， 但系版面够暗珠都唔惊嘅，所以 that's why 系护龙幻视咧，一定要计翻个烧珠无效啊，大烧珠啊，假如唔计咧，呢下死咗啦，已经又钉盖啦，咁系咁啦，计翻烧珠，好靓嘅天降，第一次。OK， 呢个位置火力系争少少啦，再嚟光车都系咁转啦，最紧要系心珠唔可以忘记啊，一定要烧啊，咁啦，哇靓到飞车越嚟越快啊，得佢得佢，睇嘢越嚟越慢，飞车越嚟越快，好，第二下 ，OK， 第三下啦。仲争一下乜都死，咁一寸、两寸，咁啦，哇靓到，哇真系越嚟越快，越嚟越快，快到我自己都惊啊！个车速，再见，侍女神，侍契啦，侍契妹，好，我呢个超人战车咧已经系实到去 boss 关噶啦，侍契妹将会系第一个受害者。第一下可以尽情转嘅，毕竟我哋嘅火力就未到好高。咁啦，我谂转翻两寸 two way 都唔会特别过半血嘅，我谂系啦，靓嘅，啱啱好啊！再嚟光车呢下放胆转啦，可以。咁啦，转晒先，可以打到边度呢 o、OK, k 打唔死都唔紧要啊，反正我哋储技，储翻招圣十字盾技啊要，咁之后慢慢嚟啦。好，临尾差唔多啦，啲技都差唔多储晒，
开翻个骷髅换士，加埋光车，呢下秒啦。咦，揸全光，咁啦，好三全光，点呢？士契，唔好意思啦，我架车一开咧，你系过身嘅。boss 抽咩呢？哇，光士契啊，光士契啊，真系，同埋版面，哇，一寸光都冇啊，黐筋嚟，你低必感迫害法啦。咪咁啊嘛，哇！焗住开翻七仔先，好彩有七仔技咋，哇！争啲又死，黐线，咁迫害都有、啊。你搞啲眼镜啊，即系你搞嗰啲咩熟级都算啦。我成个版面俾你搞埋、啊，设计师，你金铺好迫害喎、啊。我一超人揸车啫，唔犯法啊嘛。哇！睇嚟一排冇啦。OK， 差唔多啦，终于可以打到半血以下啦。好，版面系两寸光突围，咁啦，转齐版面佢，正正方方，靓靓仔仔，帮埋佢士契，咁都唔死啊，低 B， 咁死啊啩？黐线咁硬嘅咩 ？OK， 半血以下。有个转转转，然后帮埋嚟都轻松嘅。我谂开翻技先，虽然转转冇得解啊，但都要都 OK 嘅。光珠唔该，光珠唔该。唉，差少少，睇嚟转转都几烦下，一定冇得解。仲要硬食九回合，哇！睇嚟系。好严重嘅考验啊！但系冇嘢咧，可以阻止我飞车啊！我飞车嘅梦咧系唔可以消失嘅。好，再嚟一寸光，光珠唔该，靓嘅两寸光，心珠唔可以忘记。咁啦，都靓噶啦，两寸光，一补满血，靓到。好呢、這个位置，我谂争两次啦，一次系唔得嘅。两次都 OK， 我谂。再嚟光车，到光珠唔该，唔该，唔该。咁啦，一寸光推位好啦，两寸光推位惊走火。得啦，靓嘅呢个位置咧，基本上宣布胜利。OK， 帮埋嚟点啦呢铺，临尾。临冲线嗰下点庆祝呢？我谂都系你噶啦，七仔，今次你系功臣啊，冇你打唔赢，真心。冇你呢一招五 CD 嘅贯通技咧，真系搞唔掂。再开埋光车先，临尾开埋阿尼啦，加翻手指，咁就可以慢慢转啦。咁光 two way 一寸两寸，睇先，咁。三寸光 two way 咁啦 ，OK。呢个靓版面之下，点都死啦！士契仲想唔死啊？吓、啊，光车飞车成功冲线 ，OK。呢一队就系超人 Seven 喺光车嘅编成啦。个人认为系好劲啊！五 C 啲贯通技嚟讲系太啱光车啦，但呢一关直头系 fit 啊！基本上一隻嘢解决晒全部全层嘅贯通盾啦，比起以往入翻即系双换龙嘅玩法咧，咁单七仔系更加轻松啦。虽然火力系争少少啊，争啲啦。假如升翻82咧，开翻1.5倍嘅伤害上限之后咧，我相信嗰个爽度啊，嗰个飞车度系更加好嘅。但系最麻烦都唔系伤害啊，系个眼镜啊，因为透视眼咧就唔系个个都有嘅。咁甩佢甩佢只系咁啱系被天赋嘅人啦吓。即系内置黑超，咁就唔惊嘅。但各位假如惊黑超嘅话咧，我都系建议用翻 Obi 啦，或者入翻一啲即系眼镜嘅耐性啦。咁嘅话会易打啲嘅。好，呢一次条片都差唔多啦。咁中意条片嘅，希望俾 like 同订阅我啦。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